东京十二日综合店近日有日本网友在推特分享一个轻松急速修补拉链方法，只要一支叉子，十秒就能完成，非常方便。贴文大获好评，教学短片上在一天已有32万次观看。修补拉链时，只需要凌空平放一支铁叉，将拉链扣固定在铁叉的叉口，其后将布顺势缝上，简单利落，十秒就能完成。影片大受网民欢迎，上载一天已有20万个赞好，近6.3万次转发，不少人都大赞超方便。